三种是三个的，那这一个是那么多，哪哪种是三个？麦当劳，我也不知道呢。因为这三那个是。那两个三个轮子，那两个轮子。你们那个是三个轮子。哦，对。那个也有一个在上面。有。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们不是有在一个地方，然后我们跟那一个人一起去，然后很好玩。然后那时候我们还做了吹风机，哦，就吹手的那一种，然后把手放进去，嗯哼，然后你把手拿走的时候，它就不会吹了。在台北吗？对，在台湾。嗯哼，在台湾。对，你那时候跟我们一起去做这个那一个。宋老师，嗯。什么？不是，不是一个老师，哦、是另外一个小孩。我知道。比较大的那一个。哎。他的名字是什么？魏翰。对，是魏翰。